反正做，这样这样，这样不是吧？哎，一弄有人弄你吧，这样有意识到，然后看看是星辰。坐着，对啊，对啊，拉着我，星辰，你回来了，星辰。这个就是这样，就是你一直等他。突然间他出现了这种感觉，那我不应该抱着他？啊，也可以，行，也可以，看你动作舒服，你要抱也舒服也行。看不着是吧？你往那转就行了。回来了。嗯呐，抱一下，抱不要抱吗？要抱吗？没有亲戚抱呀。好兄弟。啊。我们再这么找下去，恐怕就真出不去这。少背背背，画画画，赶紧给我找。别跟我废话，出去不能说。啊，我买了，坐这个。你是你姐姐。来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能起来吗？你的力气。他挺虚弱的。不是，现在不用练。啊。对。啊，抱。拿过来弄。爱的魔力转圈圈。不能。就是把它翻过来这样。对。有点难受。这样子。啊。你能起来吗？你要能起来，直接这么起来抱都 OK。你或者你这样起来把我抱下来。你起来抱都 OK 啊。好点了吧？哦。对呀。李轩，你醒了？感觉好点了吗？没事了啊。哎，不是，先拉过来。没感觉，你想说我看你什么也别说。别啊，我不溜啊。是吗？行，你推我瞧。你看看完，我记得你把枪拿枪了。别动。是吧？对，别过来。啊，就这样，你还有这样，过来。你后面留多少？过来哈。然后你讲完，你转身走。砰！行，老公，快来，我别。别打我！大家看啊，枪哥要给我点时间，我得慢慢过来。别过来！你别过来啊！我有时间了嘛，就打！我是个窝囊废！你有没有时间长一点？你直接崩溃了啊！这个是你的戏了啊！我母亲失踪了，你今天不跟我说清楚，你休想走出这个门。